叔叔阿姨新年快乐，叔叔叔叔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给大家跳个舞。朋友们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思想哥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悠悠，今天大年初一了，我在这里带着全家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发大财。今天大年初一，我们这块儿天气特别好。大年将出来溜一圈，一会儿我就回家准备午饭。吃完饭，我老公睡觉，晚上去上晚班。那是讲，爸爸今天要上班啊，是，就要见了。嗯。啊？你不能跑太远了，好吗？其实日本在大正年间呢，他们也过和我们中国一样的农历年。奶奶说那个时候农历年的时候他们也很热闹。现在调馅儿，做个水晶丸子。我很吃苦呢。嗯，妈妈做饭啊。快摸摸，看到有。我要吃饭的，都慢点哟。慢点哟。看看那哟。一二三四，叮叮叮叮叮叮叮。唱完了吗？嗯。妈妈教你唱歌好不好？嗯。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祝福大家新年好。新年好呀。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祝福大家新年好。直接放在电饭锅里蒸。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。每次我做饭的时候，也只有我老公用手机能把淋酱给引开。他特别喜欢看的就是《面包超人》的动画。我觉得淋酱应该是对做饭有兴趣。真的每次我做饭他都搬个椅子在这边来捣乱。现在还太小了，再过几年我就可以开始教他做饭了，先从简单的开始。在我老家，每年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竹笋，因为竹笋代表节节高嘛。尖椒香辣笋，下饺子了，金元宝。今天还做这个豆果，这也是我们湖北人过年的传统会吃的一个菜。把它放在这个豆腐里煮，做成辣味的。本来大年三十的时候
想做给婆家人尝尝的，但是因为他们不吃辣嘛，所以我就没做了。我这次买的是个小的，我们那边还有那个粗的，粗的话一般呢大家都会提前泡一下，然后给它剪成两半儿。这真的是好久没吃的家乡味儿。水晶丸子也蒸好了，宝贝，马上就有饭吃了啊！我怎么吃饭了？妈妈，孩子床盖吧，妈妈，孩子家具。开饭啦！新年家族祭，新年快乐！吃吧，黄仔，发财，华仔，金元宝，谁有的？金元宝，King。今年は本命年。まだ赤いのパンツでも買ってあげるわ。何赤いパンツ？本命年、トラ年や。金色のパンツ。赤パンツ。乾杯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还要不要饺子？嗯。可能不能。妈妈，我想买什么？嗯，吃吧。我想买什么？不要吗？嗯。妈妈拿走啊。嗯。妈妈吃。我吃。可以。我们再再喝一个。我吃。老公。啊。嗯，喝点汤吧。力みなぎる。しかる。いっぱい食べてシャワーしてねな。新年快乐。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今日から夜勤です。頑張ります。フォローしてね。拜拜，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。那この子多分お腹いっぱいになったよな。